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峰教育集团旗下高端子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 SPA 系列之 SPA Call， 我是主讲人志哥。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知识点呢有如下四个，分别是 RDD 的概念、RDD 的执行流程、RDD 的属性和 RDD 的弹性。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峰大数据学习营 QQ 群，群号是24161756568。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那 OK， 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当前 RDD 的最后一个小概念，叫 RDD 弹性啊。那我们都知道啊， RDD 我们称之为弹性式分布式数据集。那为什么是弹性的？那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进行一个说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好了，那之所以 RDD 说明是弹性的呢，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动进行内存和磁盘数据的存储的切换。那 SPARK 呢优先把数据存放在内存中，如果内存存不下，那就会存到磁盘里，程序会自动进行切换。第一个弹性啊。除此之外，那弹性还体现在于什么地方呢？基于血统的高容错机制，也就是说在 RDD 进行转换和动作的时候，也就是 transformation 和 action 的时候啊，这两大算子的时候会形成 DA 那个 RDD 的 range， 就是当前的血啊血那个血脉啊，血族也行，血脉血族都行啊，依赖链啊。那当一个 RDD 呢失效的时候呢，可以通过重新计算上游的 RDD 来得到丢失的 RDD 数据。除此之外， task 如果失败了，会自动进行特定次数的重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RDD 的计算任务如果运行失败，会自动进行任务的重新计算，默认呢这个次数是4次啊，它会自动进行计算。除此之外呢，在里 stage 如果失败呢，会自动进行特定次数的重试。那除了 task 的划分和 stage 划分之外呢，在里如果 stage 失败，也就是说如果 job 中的某个 stage 阶段计算失败，那么框架呢会自动进行任务的重新计算，默认也是4次啊。除此之外，第五个，在这里我们可以写 checkpoint 或者 process 啊，可以主动或者被动的触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缓存，也就 RDD 通过 process 这个持久将 RDD 缓存到内存或者磁盘，当再次用到该 RDD 直接读取就行，也可以通过 RDD 进行检查点，也就是我们的 checkpoint 检查点呢会将数据存储到 HDFS 或者本地都可以啊。那么该 RDD 的所有负 RDD 的依赖呢都会被移走，所以这里啊这个位置是五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同学们，也就是说数据的调度弹性，也就是说 SPARK 把这个 job 的执行模型啊抽象为通用的有相关图，也就是 DAG。 DAG 呢也是当前我们 SPARK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一些任务调度呢也是通过 DAG scheduler 来完成的啊。那这里可以将多个 stage 的任务呢串联或并行执行，调度引擎呢是自动处理这个 scheduler 啊，就当前这 stage 的失败以及 task 的失败。那这句话的弹性调度其实就是应对了三四这两个概念。除此之外，第五个也就是数据分片的高度弹性，也就是说可以根据业务的特征动态的调整分片的个数，提升整体的应用执行效率啊。所以呢这里其实这些呢这七大类呢就是说明了 RDD 全称就是分布性弹性数据集的一个由来啊，其实解释就是这个。那么这里啊其实下面呢有个简单一个总和，也就是说 RDD 呢全称呢叫做弹性式分布数据集，它是一种啊分布式的内存抽象，表示一个只读的记录的一个分局集合，它可以通过其他 RDD 的转换而创建。为此呢 RDD 提供了丰富的操作，包括咱们之前接触的什么 map 啊、join 啊、filter 啊、grow by 啊等等等等。那除了这些操作呢，这里我们还可以获取什么呢？ DAG 有相关图，包括整个一个任务的一个调度流程，对吧？包括血缘关系，就咱们那个 language 啊，咱们当前那个 language 啊，咱们当前的血缘，即使丢失了我们也可以重建。除此之外呢，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回稳的定点存放，就是咱们记录存储点嘛，对吧？咱们记录这个物理存储点。所以说白了，总结起来，其实我们 RDD 弹性指的什么呢？存储弹性，即什么呢？内存与磁盘共通，内存存满了之后，咱就存储到磁盘里。还有什么？自动容错弹性，如果数据丢失，我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重新计算。还有自动恢复弹性，也就是重复机制啊。还有分片弹性，就是我们可以重新计算分片的个数，不是说我们分片定死了，就这些分片我们可以修改当前 partition 的个数。那
这些其实就是 RDD 弹性的一些基础概念，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消化。那 OK，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